好，各位观众晚上好啊！2022年 PCS 粤语转播春季赛 Week Three Day Three 嘅赛事，今日有我阿生，系仲有老星啊，系啊，咁啊嚟到今日嘅粤语转播啦，咁啊 Week Three Day Three 嘅赛事，亦都系意味住咧，PCS 嘅赛程其实已经走咗一半噶啦，喺双循环嘅赛事入边咧，大部分嘅队伍基本上都已经对过一次，咁完结埋今日咧，单循环即系暂时嚟讲头一 part 就会完结咗，咁就会。大致決定了各隊的走向、各隊的實力，大家都清清楚楚了。今天來說，首先交代一下，因為其實因為 PSG 因為這個疫情問題，所以今個禮拜就停賽一周。換言之，今天仍然有四場賽事，包括第一場 MFT 對上 JTeam， 第二場 BYG 對上 CFO， 第三場有我們全港班 FAK 對上 SAM9， 然後最後一場的話就是 IMP 對上 HG， 這四場的賽事。系啊，对我自己嚟讲咧，今日后边嗰两场咧，反而会更加之期待啊，因为系后段班嘅互碰啊，因为截至其实即系今周之前啦，其实后段班几队嗰个战绩上面嚟讲咧，系相当之接近嘅吓，即系你系第五嗱，可能除咗 S 九之外啦 ，S 九暂时都未拎到任何一场嘅胜利，咁其实第五至第九咧，有时候佢哋打起上嚟一啲嘅表现啊吓，或者系佢哋嘅战绩上面嚟讲咧，都几难去估下噶，咁所以今日其实你睇到 FAK 对 S 九啦吓，会唔会反而系 S 九能够突破自己一场咧？不过调翻转睇，寻日 FAK 咧。又的確係打到幾好嘅表現，咁仲有咧就係 IMP 對 XG 啊，咁啊各自嘅表現嚟講咧，對上一啲強隊都唔係太過理想嘅，咁但係依兩隊互相碰頭嘅時候，有邊隊可以脫穎而出咧嚇？都係我自己今日比較期待嘅兩場比賽嚟噶。都係嘅，因為其實聯賽有趣嘅地方就係呢一度，就係、你可以觀察到某啲隊伍嘅成長啦。咁其實我都幾意外，就係因為FAK 啦，同埋 MFT 其實個走向有少少唔同嘅，即系 MFT 第一個禮拜哇二連勝，咁但係之後其實後續咧一路係一路輸一路輸，去到而家係三勝五負排喺第七嘅位置啦。咁至於 FAK 就調翻轉咯，即係可能一開始開局唔係咁理想啦，咁然後後續就比較好啲。咁睇翻琴日啦，琴日進行咗五場賽事，咁同樣都係冇 PSG 啊。咁睇下翻啦 ，MFT 咧就贏咗 SAM 九啦，第二場嚟講 DCG 贏咗 HG。第三場 BYG 贏了 IMP， 第四場就是 JTeam 贏 S9， 咁呢四場其實你會見到個實力上面的確是比較懸殊啲，頂級對上一啲比較次級的一啲比賽，但最後 FAK 啦，同呢一個嘅MFT 關鍵一戰最後就是 FAK 勝出咗，咁亦都令到佢哋咧喺個戰績上面雖然就打和，但因為內戰贏咗啦，咁令到佢哋個排名爬頭咧就變咗去排到第六嘅位置啊。系啊，咁啊叫做暫時賽程打到嚟呢度咧，就唔知佢哋滿唔滿意啦。咁但係就話後段班嘅對碰嚟講咧，似乎佢哋都係咧領先少少嘅其中一隊。咁當然啦，比較可惜咧就係SAM9啦，始終。中下路啊，佢哋對線實力咧，似乎同其他隊伍咧都有少少嘅落差。咁啊，即使打嘢啦，亦都係換過唔同嘅選手之後咧，有嘗試過好多唔同嘅打法嘅，咁但係似乎嗰個效果咧都未能如意啦。咁另外仲有 Hurricane Gaming 同埋 IMP 啦，咁呢兩隊其實都係一勝兩勝，
勝場唔係好多嘅，咁啊睇下邊隊咧能夠係喺今日咧可以再添多一勝。尤其 Hurricane 金明咧就近期嘅表現咧都更加之令人擔憂啊，尤其打嘢啊奧利奧啦，好多嘅迷之操作啦、迷之判斷啦，都令到啊大家即係覺得呢一隊到底今季係練兵定係點樣樣咧？始終佢都某程度咧算係半個外援嘅身份啦。咁啊睇埋即今日個賽程啦，除咗後面嗰兩場之外咧，都見到今日其實前面嗰兩場咧都絕對唔差嘅，尤其係第二場 CFO 對住 BYG 啊 ，BYG 又挑戰住我哋今季嘅王者 CFO， 難打係難打噶啦。咁調翻轉又可以睇下咯 ，CFO 面對住 BYG， 可能 Minji 刺客用得咁好，阿卡利玩得幾好，遊醫用得好出色 ，Ban Pick 啊啲打法上面又會點樣樣去針對住 BYG 去做一啲部署。咁啊，甚至其實第一場都係啦，因為 MFT 對上 J Team， 其實我覺得今日都應該幾有睇頭，因為其實 MFT 咧，第一個禮拜贏咗好多場啦，贏咗兩場之後咧，佢一路輸一路輸一路輸落去，咁但係去到琴日對 FAK 嘅嗰一場，其實佢哋個 band pack 我覺得算係做得係算係相當之唔錯，起碼你會見到就係因為佢哋中間咧。即係在上個禮拜，其實佢哋中間輸咗幾場，其實佢啲 band pick 係古古怪怪，即係可能出啲角色可能係達瑞斯啊，跟住下路又會出 Trisha 奶，或者又會放哲理俾對手啦。咁但係其實你會見到佢哋今個禮拜個喺個 band pick 上面其實修正翻好多，譬如佢哋上路用翻一啲關啊、格雷夫呢一啲角色。咁啊見到陣容方面啦，咁啊見到上路 Taco 啦、中國六六五、中路 Van、下路佢哋核心小鯨魚啦，同埋 Ample 坐。咁我覺得呢一隊個重點一定係擺首先就係 Jungle 啦、六六五身上啦，即係佢前期能唔能夠用到一啲大節奏嘅角色。去幫助佢嘅隊友啦，可能係趙信啊、李星呢一啲去做開局後續，將個節奏交俾小鯨魚去處理。咁其實佢最近啦，即係難得贏咗對 Sam 九贏咗嗰場賽事咧，其實小鯨魚亦都攞咗佢嘅 MVP 啊。系啦，咁啊 ，J Team 亦都喺啦個表現上面嚟講咧，幾穩打穩扎嘅。今季嗰個核心都係空月同埋 Uniboy 會多少少啊，始終團隊可能嗰個氣氛嘅帶動上面啦，同埋一啲。主動做嘢可能都會係依靠住佢哋兩個去做多少少，咁當然啦，仲有老大哥啊小 V 坐鎮，咁啊睇下咧 Driver 同埋 Enzo 咧點樣配合呢三位嘅老將啦。咁啊 Driver 都算係咧PCS 嚟講咧一個幾穩健嘅上路，突出就未算話好突出噶啦，即係比起可能啊 Rest 大哥啊，比起啊近期相當啲火熱嘅Licky 等等啦，咁可能仲爭少少，咁但係上路嚟講咧，你話要佢撐住條線咧，嗰個問題都唔係話太大，咁啊亦都係啦，個呢度個重點啦，某程度上都係打野啊空月啊，之前即係台灣啊 BCS 嗰邊 Tommy 都有特登去訪問過 J Team 啊，特登係針對住空月啊 Uniboy 佢哋都有啲嘅訪問，咁啊似乎即係呢隊咧，佢哋兩位啊都真係打成點咧，都幾睇佢哋兩個嘅發揮。都系嘅，因为其实我哋睇翻 J Team 有几场比赛咧，其实有一场更加深刻啦，就系 Uniboy 中路用游医嗰一场啦。其实基本上成队都系劣势嘅，咁但系就靠住个游医出色嘅表现咧，强行将个经济带翻嚟，又夹硬将场 game 带走，可以话系一啲典型就系话中路个人实力将场 game 夹硬赢翻嚟嘅一啲表现。咁啊呢度争过嘅对决啦，空月对上六六五。咁啊，講過多次啦，就係話 KDA 方面其實參考價值坦白講唔大嘅，因為其實都幾受個整體隊伍嘅戰績嘅影響。咁但係主要可以睇翻就係其實佢哋嗰個嘅擊殺參與率啦。咁因為空月其實都係早期會比較用多啲，譬如係維爾哥啊、李星呢啲角色，其實令到佢哋早期個參與率其實都算係相當唔錯。咁至於 MFD 呢一度啦，比較特別啲就係其實佢都幾常揀 Roller Bear 嘅，包括琴日賽事其實我哋都會見到有一場佢對上 FAK 嗰一場啦。都是揀 Roller Bear， 主要就是針對下路希望做一些絕塔的 dive， 但是很可惜啊，即是兩場揀 Roller Bear 出來其實個表現或者他想做的目的針對下路的進攻其實都做不到，所以就MFT 這隊隊伍都幾多掣肘，就是說他揀了陣容出來，但是似乎他在個執行力上他達不到他想要的目的啊。同埋 MFT 咧，雖然自己改名叫做 Meta Falcon 啊，但係實際上佢哋嘅選角上邊咧係十分之唔 meta 啦，用過好多叫做比較奇特嘅打法。咁當然啦，呢個都好多可能係佢哋由以前啊中學夾到嚟而家嘅一個套路。咁同埋就呢樣嘢咧，其實都幾蝕底嘅嚇，即係始終 meta 角。所謂 meta 角啦，有佢嘅原因喺度，佢一定優點啦，一定強大嘅地方啦。咁例如藍隊，你今場要食哲理呢個 band 咧，就好蝕底啦嚇。尋日對住 FAK 喺子隊放咗出嚟，咁結果咧就俾啊對方係大殺四方。咁結果今次藍隊啦，亦都唔能夠自己攞嚟用，結果咧要落咗喺藍方嘅手 band。咁其實變咗佢哋喺選角方面啦，嗰個掣肘係多咗好多噶。
係啊，咁我見到 MFT 其實針對性都好強，因為其實琴日 J Team 啦個中野連動啦，正正就係用咗偉哥再加星朵拉，咁亦都見到其實J Team 琴日個狀態相當之好啊，即係包括 Driver 立兒嘅靚開展啦，同埋 Ansel support 方面，我覺得佢用開戰嘅角色開始好好多，即係前幾個禮拜我哋仲夠病緊佢嘅開戰㗎啦，又決定性有啲古怪，但係琴日明顯見到喺個比賽嘅內容上面係準確咗好多，咁啊真係啦 ，MFT 都知道 Jungle 係自己嘅重點啦，咁好快都搶咗人馬上手，咁但係就放棄咗可能一啲前期更加優勢嘅選擇啦，譬如係李星呢一啲啦，佢亦都係將佢放咗俾空月啦，咁令到空月個選擇上就會自由好多啦。MFT 都是围绕住打嘢先啦，六五金场揀咗人马，咁似乎咧都估到咧对面小 V 一定系用一啲叫做机动性低啲嘅射手啦，希望起到人马冲牌嘅作用。咁另外关呢只角色啦，继续咧喺我哋嘅 PCS 赛区嗰个嘅优先度啊，排到非常非常之高。寻日 Taco 对住啊我哋呢个嘅广东爆肥嘅关啊，魔斗对关嘅大战不断咧互相系对冚，最后咧就关小胜啊。咁啊，如果 MFT 今日啦唔再用魔斗对呢只关啦，又会俾 Taco 拎啲咩角色咧吓？即系 Taco 都几恶噶，寻日啊系咁同对面咧疯狂温落温，仲要咧系打到底嗰只啊，结果双方咧系不断互相单杀对方。系啊，琴日都几有趣啊，因为其实佢哋基本上系冇停手过，即系两边大线基本上一撞埋就 all in 两边，咁亦都系有少少互有攻守嘅感觉。咁我觉得呢度其实可以拣阿卡里噶啦，即系阿卡里作为一个 flashback， 其实喺呢个点位几好选择。一嚟就系佢打关啦，六咧之后其实系相当好打嘅。咁另外佢打中路嘅路线嚟讲，因为而家中路冇咗圣朵拉啦，封锁咗啦，咁其实能够真系好有效抗衡到阿卡里嘅角色，其实基本上冇乜嘅。咁所以我觉得阿卡里呢度拣系拣得好好，即系无论作为一个中上路转位嘅选择又好。本身一个中路的强势点，其实都是算是相当不错，算是将暂时 Ban Pack 的主题隐藏得很好在第一轮里面。不过对这队来讲，你说其他队有机会是一个 Flash Pack， 但是对 MFT 来讲就似乎上路阿卡利的个可能性是相对地高一点了。不知道阿文这只角色你明成怎样，因为他玩一些近战，他玩一些叫做刺客角色都是他的范来的，相比起一些传统法师。咁但係如果你話角色對位嚟講咧，攞嚟打關似乎咧會更加啲著數。而輔助嗰位嘅立低路斯對住啊，都係一個補牌嘅貪奔奇。貪奔奇呢只角色咧，近期嗰個嘅順位都係高咗幾多下嘅。係啊，冇錯，因為其實佢個補牌作用啦，同埋其實個開戰能力比想象中好嘅。即係可能一啲位置佢後手做一啲反開個效果都算相當唔錯。咁同埋就可以確保咗就話自己中路可以減翻啲集裝法師啊，因為其實而家暫時雷茲其實未 ban 咁其實好大機會，我覺得 J Team 會希望 first pick 攞個雷茲啦，因為雷茲其實喺中路對線嚟講，喺冇星朵拉情況，其實大部分角色都好對嘅，甚至你話真係正面對阿卡里，其實相對個劣勢都唔會話太嚴重。後期嘅 scaling 亦都好配合到呢一個嘅 Ganos。咁問題就係話，如果你中路揀咗雷茲之後，你嘅 jungle 點樣選擇？因為而家前期真係打到節奏，譬如係維爾哥啊、Dina 啊、趙信呢啲，其實都俾人 fade 得七七八八啦，已經。是啊，但是对空月来讲不用担心。李星未被人 ban 啊，即是其中一只呢版最热门的打野。咁既然 open 的情况之下啦，就揀咗出来啦，再看看中路啊。最后 Uniboy 呢点样可以揀个 counterpick， 咁相对 MFT 来讲呢就反而喺射手嗰度要头痕啦。因为甚至乎对面呢连海沙啦，即是萨马拉呢啲呢，知道你小鲸鱼呢可能比较明的一啲角色都 ban 埋。咁要唔要焗翻你玩大东咧？但系过去其实啊，小鲸鱼可能针对住咧，就系话大东嘅发挥未必话真系咧，波波都咁理想，亦都真系唔系佢太明嗰只英雄啊。又或者要唔要出下伊泽啊、准啊呢一啲啊抗先 OK 啦。咁但系呢两只咦又会唔会喺会战嘅持续伤害唔系太够咧吓？睇下小鲸鱼大东 open 啦，都系拣准啊，配合上阿卡利同埋人马打节奏型少少啊，今场。系啊，咁就用个准啊，咁就尝试睇下可唔可以将条线压翻出啦。因为其实对方玩贪文奇，咁如果你话揀 Israel 啊，咁可能略嫌个推线压力就唔算话太够。咁但系准嚟讲，其实配合翻人马，其实算系一个非常之唔错嘅一个选择嚟，即系能够远距离配合到佢嘅进攻啦，速度上可以跟得到啦。咁因为其实佢哋队伍嚟讲，你会见到其实其他角色都好有机动性嘅，即系譬如而家猛王啦、卡里呢一啲，其实都系机动性比较高嘅角色啦。咁喺呢个情况，其实佢需要一只能够远距离跟到。咁 Israel
或者准在团队上是好选择。但是 Israel 呢打 James 坦白讲是一啲都不好打，因为他线会一路被人压在塔底度。所以他我觉得准基本上接近一个唯一的选择，他都揀得非常好。所以我会说为什么 MFT 最近在个选角上面准确了这么多，我就觉得他们经过上个礼拜一个疯狂测验之后，测试之后，即是他上个礼拜又吹塔拿，又达瑞斯，但是很多的实验都失败之后，他决定回归返即是这个游戏的最根本，就是跟着个 meta 选择。而的确这个礼拜的表现上面的确我觉得是有提升。今场个选角几好喎、啊、即是那个首先主题是好清晰啦，好明显就是盲王啦、啊、最后揀咗盲王上面打关嘅。盲王同埋阿卡里呢就是两条边线，中后期就是围绕住边线。准啦、啊、亦都系一隻叫做清兵相对地快嘅射手角色啊，咁叫做呢打个1-3-1呢，其实今场呢嗰、那个中后期嗰个战术风格嚟讲呢系几明确㗎啦，尤其系人马啦同埋准啦、啊、吓，亦都系一个可以做比较远距离开战嘅一个组合。所以今场嚟讲呢，只觉得 MFT 嗰个阵容上面呢选取得唔错嘅，打上嚟都唔会话呢系叫做难以配合的一个阵容啊。系，同埋其实佢个团战威力都唔差，因为其实你会见到佢哋嗰队嗰个单足能力系非常之强嘅。咁喺同埋佢哋因为可以好远咁去出手，所以其实佢好考验就系 J team 紧个视野分布要摆到点样。因为今日嘅人马啦、准啦，甚至纳特老师，其实全部都喺蹲点嚟讲系相当之优秀嘅一啲角色嚟。咁所以如果今日突然喺草位俾人捉到嘅话 ，J team 会好大镬嘅呢件事。咁所以其实好考验就系 J team 个眼位摆成点。而 J team 个阵容上面其实好明显啊，就系、是、一个好标准、好标准嘅一个团战阵容啦，球女 James 呢一啲一定系超级标准团战阵容啦。咁但系我会略嫌就系话，可能 James 嗰、那个输出环境唔系咁利佢，因为你会见到成场除咗 Timing 期之外，其实个坦克系好唔够嘅，即系前排就系李星关呢一啲。咁其实作为一只前排坦嚟讲，绝对系唔足够嘅坦度，所以我会好担心就系 Ganos 个输出环境，当佢今日俾人马撞啦。他是不是真的卡一招 Timing 期的吞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呢？因为一套出来那一刻，其实他还要面对可能就是阿卡里蛮王的进攻。而球女当领完带之后，其实他的补牌都很差。这个情况我会觉得就是似乎 J team 在个 Band Pack 上面有少少被 MFT 吃住的感觉。同埋就对马阵容，因为今场辅助系一隻探行期，上路系一隻关，咁变咗整体个开战手段嚟讲呢会有少少不足㗎，即係可能真係几依赖李星空月啦啲神来之笔。咁但係如果对面知道其实你得李星一隻能够我嚟开战嘅话呢，其实相对嚟讲都比较系容易去防范嘅。咁所以就话你去到即中期开始啦，可能一啲预示者啊，一啲系例如龙巴龙嘅会战。假如 MFT 啦打緊一个分推1-3-1嘅分推，系咪可能阿卡利喺边线，或者可能系盲王喺边线。留意盲王今场呢就甚至乎系即都冇打一个传送㗎啦，咁似乎都系 BD 到底㗎啦。咁然后 J team 亦都喺冇一个强势开战手段嘅情况之下呢，好容易喺巴龙区域嘅一啲拉扯嚟讲会好彻底。即对面拖住你，你要 all in 条巴龙嘅话，你可能又要同对面呢去到一个正面搏重击，你要其实唔系一个你理想嘅局面。咁但係话你要想去开战啦、你想捉一个人多打人少嘅机会，你亦都唔系咁容易捉得到嘅情况之下呢、J team 今场啊，如果你前期冇一定嘅优势呢，可能会带上嚟呢有啲嘅尴尬。系啊，我觉得你觉得好好一个位置就系佢哋 J team 而家要好考前期要有个优势。咁但系问题就系佢呢个阵本身个主题系有少少成长阵容嚟嘅，即系所谓 scaling。咁基本上球女加根罗斯前面打小团一定系弱啲噶啦，即系人哋讲紧系人马准呢一啲，纳大老师呢一啲，其实佢个团甚至早期嗰啲唔使打到底添，佢小龙可能布置一波眼位或者引战，跟住你一嚟到我一个纳大老师勾，跟住全部 all in 撞落嗰阵度，其实你前面个团已经唔使打。咁就会令到就係 J team 好似攞住后期阵容，但佢又逼住前期要做少少嘢，就有少少古怪，即係佢又要主动进攻。咁所以我觉得呢度 J team 的确喺个选择上面，我觉得佢会令到空月友都几大压力，就係佢前期要做一啲事。咁但係李星一嚟啦冇控制，只係伤害高嘅。咁但係线上呢你会发觉啦，其实三隻角色都冇大型嘅控制嘅，全部最叻都係得个援速。咁你话探紧期喎，但其实基本上线上是冇可能就咁顶得起人嘅探紧期，咁所以接近三条路线都冇控制。咁我觉得喺呢个情况下，你要李星早期做事，有少少对于即系空月，就算你话系顶级打野嘅 player 都好，我觉得有啲苛刻嘅，的确系。所以今场啊，对 J team 嚟讲，意外地
可能会有啲难打喎、啊、虽然 MFT 个近况唔系几咁理想、啊、真系要睇下前期空月会唔会真系能够吓喺个线上或者一啲兵线大家处理得好嘅情况之下，可以做多少少嘢，又或者甚至乎会唔会可能 driver 小 V 啊嗱，见到 Uniboy 咧单线上可能前期已经打到一个好大嘅压制吓，咁、啊、呢个可能系 J Team 今场要赢嘅其中一个条件啊，因为呢一版某程度上阵容嘅选择啊。都几决定到一个后期嘅胜负，假如大家啲嘅硬实力唔系争太远嘅情况之下，啊咁所以今场都比我想象中更加之有睇头啊！系啊，冇错，因为其实 MFT 真系嘅，最近 Bandpick 真系进步咗非常之多，甚至你见到一啲所谓嘅即系比较有经验嘅队伍啦 ，J Team 呢一啲，我哋以往见佢喺 Bandpick 上面基本上都冇太大落后，呢度直接勾落去噶啦，咁但系小晴完射咗一枪。所谓做 Super King 啦，因为条线都被压得几严重啊，而家中下路其实俾人压制紧。咁另外就係眼威其實都插得好深 ，J Team 都好知道佢需要早期做一啲嘅壓制啊。咁就人馬暫時嘅發育其實冇咩受到太大影響啊。咁如果一旦人馬上咗六呢嘅話，其實佢好有機會就會針對可能下路線啦、啊，去嘗試做一波 gank， 甚至其實中路都係一個好選擇啊。話呢一度定咗，係咪仲想去再勾嗰啲人馬到六六五？咁啊，逼唔逼到 Ansel 嘅線咧？逼到嘅，咁啊仲想去，亦都食埋個虛弱，咁啊都唔錯呢個 gank 嘅效果。一个海哈斯闪电啊，直接换走 Ansel 嘅双招，叫做系一个闪换闪啊。咁特别系虚弱都交埋啦。咁跟住落嚟 MFT 下路，起码喺个兵线嘅处理上边啦，单线嘅处理上面嚟讲咧，会更加之冇压力。咁而李星咧就喺中路附近埋伏紧嘅嗱。咁、啊、然后见到嗱阿卡利个状态唔系太过理想啊，唔叻。咁但系亦都系打得好稳阵啊，文啊，知道自己打嘢咧喺下路做嘅事情。中路咧有機會會有危險啊，咁所以對於特別係亞卡利呢個角色嚟講咧嚇，六呢前嘅對線都係一個抗壓嘅狀況。係啊，今日 MFT 我覺得真係非常之唔錯，我覺得佢哋後續即係唔單止呢一場好明顯，我覺得有勝利嘅曙光啦。我覺得佢哋後續都會打得越嚟越好，因為我覺得佢哋今日似乎經過呢一個禮拜，佢哋成長好大，因為。我睇完 Week 2 嘅時候，我幾失望嘅，因為其實都有幾多嘅場次係一嚟自己打得唔係好打得開場 game 啦，二嚟個 band pick 真係爭好遠。咁今場叫 band pick 叫持平咗，甚至少優嘅情況下，佢哋又做到喎，即係做到好多事情，譬如佢哋紀律緊密咗好多啦，下路做緊事，佢哋中路會縮得好厚，亦都成功叫做捱過咗六咧。J Team 有揾機會嘅，但係其實真係揾唔到，因為對方打得好好。譬如下路線雖然壓制住啦，但係佢冇將嗰條血換到一個你可以越塔嘅血量。你見到長期都好健康嘅下路，咁令到其實J Team 連最後有機會嘅下路線，其實佢都做唔到太多嘅嘢，咁就安然到嗰六咧。咁而 MFT 嗰陣，我覺得好好啦，到咗六咧就好舒服啦，人馬六咧咗，阿卡呢六咧咗。佢要策劃一啲越塔或者控制小龍打團嘅話，佢絕對係有機會啊！可能有少少位置就係略嫌個眼威做得唔係咁好咯，咁令到呢度 J Team 有機會攞到條龍。咁啊，睇下佢哋發唔發現到，因為地圖上似乎冇任何拼燈去警示呢一波小龍其實俾人打緊，中路仲要回城緊添呢一個位，有 TP 啊，睇下佢用唔用啊！應該知噶啦嚇，因為啱啱睄到李星喺地圖下半嘅，咁同埋下路咧就。J Team 嘅下路系推赢条线嘅呢一波啊，跟摩斯起势咁推，咁所以就叫做能够攞到个食小龙嘅机会啦吓，咁同埋中路因为阿卡利咧就未补装嘅，三个回血宝珠咧，讲真虽然系六咧，但系嚟打团咧都一定系好弱势嘅一面吓，咁所以 MFT 咧都可能知道呢一点避重就轻啦吓，咁人力都冇特登过去系搞，咁反而上边咧系入嚟偷石像，俾对方咧系反应得切过嚟夹击，最后 Uniboy 啦一级。咁啊，将人马咧系绝死咗，拎到今场嘅 first blood。哇，咁突然嘅佢，因为下路就啱啱食完小龙，咁然后其实已经一早回补咗，咁就好大机会上上面拆嘢，因为佢好似系上路开局嘅。咁佢谂住去做啲交换，咁啊，结果就将条命自己送咗出嚟，咁都几出事啊！因为其实人马即将就上六噶啦，咁呢一波其实都跌咗一波几大节奏啊！咁我睇多次呢波佢係發生咩事？係啦，因為其實個紅喺度啊，而且龍嘅一早食完，其實好大機會李星會上上面野區。咁而同時中上線其實係冇，因為係俾人推緊線嘅，所以阿卡莉同埋萬王都幫唔到手，佢就突然入咗去野區，然後就好輕鬆俾人捉咗。咁身上亦都冇閃啦，因為人馬要帶鬼寶啦。咁所以就突然，我覺得呢個頭都死得幾唔抵嘅，坦白講。
都幾唔抵啊！講真，即係入去偷個石像，同埋你，其實佢都難揀嘅，因為咁啱中路同埋上路，你都係打得比較被動啲嚇、啊，即係對面阿關啊，對面其實兩邊都趕過嚟。咁但係理論上，如果你啱啱嗰個狀況，可能知道中路係喐緊啦嚇，知道中路唔見咗啦，會唔會有一個更加好嘅路線咧嚇、啊？不過點都好，咁鏡頭一轉咧，翻到嚟就輪到咧係 MFT 啊，呢條上半咧攞到個食預示者嘅機會，啊睇下點樣利用呢一個嘅預示者啦、啊、因為今場講真，你話要 gank 咧就幾難 gank 嘅，咁但係你話要 dive 咧就可能有啲嘅機會啦。中路阿文一路係被壓制住啊，咁變咗就係其實你話要打啲四 dive 二嘅 gank 咧，對 MFT 嚟講咧。會有一定難度的嚇，咁亦都係暫時時間尚早，傳送唔能夠亂用，所以要解放落去下路 dive 咧，唔係咁容易。但係上路會唔會有機會咧？盲王嘅一個無敵，再加埋人馬六咧一輪嘅衝撞，有啲可能性嘅喎，都有可能嘅。咁但係就當然啦，即係前面要設置好多嘢啦，因為其實關個聖母始終都有啲麻煩，喺越塔方面你要好難去處理到呢件事。咁同埋就係、是、你會見到就係 J Team 今場咧，其實唔係特別熱衷換血嘅啫，因為佢都知其實隨時如果換血換得衰少少或者狀態差少少咧，啲越塔就會趕到埋嚟嘅。咁所以你會見到其實佢哋三線都唔主張換血，長期你見到兩邊都係嘅 MFT 啦、J Team 啦。其实各自都担忧就话会俾对方原塔，咁都系今场啲换血，坦白讲都算系几和平的，即系除咗下路一波叫做惊咗半下之外啦，我觉得真系打得相当之稳。咁我节奏方面反而落咗 J Team 度啦，因为 J Team 个阵容虽然就话冇咩强开啊，咁但系就佢哋前面执到个头啦，咁再加埋控制小龙，其实对于佢哋后续打一啲嘅团战啦，绝对系一个即系有一个唔错嘅根基啊。上路單對單前期嚟講嗰個兵數嘅落差都頗大嘅，暫時咁、啊、變咗就前期嚟講咧 ，J Team 都係打得比較輕鬆 ，MFT 咧就叫做被動啲啦。咁人馬嚟講啦，甚至或者調翻轉對面李星嚟講咧，都真正能夠做嘅事情唔係太多，加速衝埋去中路嘅波，俾咗個閃現，夾硬都撞一撞啦，行咗兩下再俾人轉翻埋嚟，哇！呢下、哦、人馬大贈送喎、啊。哇！冲埋嚟俾人杀喎、啊，完全你见到个距离系远到啊 ，Van 根本系帮唔到手喎。佢嗰下撞就似乎系想意义唔大嘅压压血，咁但系嗰个代价就好大啦吓，弹咗两下塔仲要俾。诶、哎，呢边拉到顶埋，咁但系一盒含咗，咁啊拎咗护盾啦，拉翻开啊！咁啊，见到球女哇，越塔入咗去啊，原来但镜头影唔到，因为上路仲刺激啊，一个点燃。咁啊，被逼到 Taco 个大嘅，仲扣得死一死噶。咁呢度啊，靠劈兵啦，储怒气想回翻啲血量。咁啊，中路啱镜头冇影啊，李星同埋 Uniboy 啦，入咗去就击杀咗阿卡利，亦都系逼到阿卡利个闪出嚟，而同时佢个 TP 未转好啊。咁啊，硬食咗两层塔皮啦。咁啊，再蚀多一波嘅兵线添啊。啊，本身个蓝图咧 ，MFT 啊，稳定发育。然后就是三线各自推，咁但系而家咧就第一盲王个边线好蚀底啦吓，你见到单线嚟讲，好彩就啱啱个点燃就冇逼到盲王招大，你话盲王冇大咧，咁上路都焗住俾人单杀一次噶啦，咁而后嚟讲佢就稳阵啦，咁但系中路咧亦都系咧打嘢啊，反而系令到咧阿卡利系更加之蚀底嘅，即系六六五咁样送咗两波，咁嚟睇下空月呢啲就叫做做事啦，吓入到过嚟硬 dive。再闪，咁但系最后咧，哇，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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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佢想点啊？佢闪出嚟想杀李星喎，但系佢得翻两格血嘅啫，同埋佢啲技好似七七八八嘅咯。哇！呢下我想最后睇多次个 replay 啊，吓，即系 MFT 嘅中野金场，我觉得系爆得有啲莫名其妙嘅。哇！咁呢个系。有少少分唔清係重播定咩啦，因為中路阿文咧再一次係俾對面啦，李星加埋 Uniboy 壓住喺個中路塔底出嚟都唔敢出 ，Ansel 亦都跑到上嚟，預示者開咗，咁但係咧真係啦，今場係好難揾到一個放預示者嘅位置，結果就夾硬喺中路啊二塔自己嘅二塔開出嚟，咁啊叫做幫手緩解下條兵線。哇！呢度仲想做事六龙，仍然未放弃啊！左边咁，但系对方因为视野靠下嘅，咁所以就靠下企全部人，一早知道你人马喺咩位置噶啦。呢度撞唔撞到咧？撞唔到，咁一下重击都收埋。我呢度仲想去啊！
啊，难搞啊，因为呢边人马个状态好差喎，零二零开局啦、啊。同埋中間個波其實你會見到就係啱啱越塔嗰波咧，其實你見到 J Team Punish 個位都幾細節嘅，其實佢就係後你，喂喺呢度重擊回一少血，拍地換速夾硬搶紅角，因為啱啱中路嗰波其實就係後你用煙霧彈啦，諗住攞嚟食兵啦嘅時候，佢就一嘢捉過你，跟住然後就空月一腳踢你出嚟，咁就成功單殺咗，所以就可以話係 MFT 嘅每一步啦。都被 J Team 睇穿咗，虽然就话佢哋个阵容叫做冇强开或者冇咩大型嘅控制，咁但系佢哋就捉住你一啲走位失误咧，就强行追住嚟杀啦。呢度大技换速冇打到，但系呢度一脚踢咗翻去。阿文，加个大技过场，上翻上塔揾一揾啊，麻王帮帮手先啊。麻王都唔敢帮啊，佢话我都翻屋企算啦吓，已经完全系冇立足之地啊。MFT 真系喺个别嘅单线啦、啊。理性再加上有时贪分期间唔中嘅游走啦，话去到边咧系有机会杀到边噶，咁都 MFT 咧叫做都相对地小心嘅吓、啊，即系除咗六六五一开始嘅两个头同埋阿文，亦都系俾对面啦吓 dive 落去二塔，但系咗一下咧，亦都系迷之闪现，似乎想操作但系操唔起，咁啊叫做咧都一路系备战啦，即系止蚀一下，咁啊尽量咧希望将自己前期个损失系减到最低。咁但系无奈喎，你真系条条线都敢输嘅情况之下咧，唔觉你十五分钟已经嚟到系五 K 左右嘅差距啊！今场即系如果你分推系经济咁落后嘅情况之下咧，你边线冇优势，其实分推呢样嘢系唔系太成立嘅。诶，同埋有个简单啲嘅做法咧，就系呢一波其实 J Team 我觉得直头可以上下线换，因为其实解决分推嘅做法最简单就系将条兵线。有咁長拉得咁長，咁所以呢一度既然就話下路線攞到大優勢，就直接不如換線去上面啦。咁你可以攞預示者之餘，亦都可以將上路線直接推爆埋。咁萬王就進一步難啦，即係嗰條推線嘅距離就會更加難。到呢啲貼住你，直接踢翻嚟啦 ，Apple 冇得走啦，開埋大隔眼 stop 住三分旗，但係都要俾人擊殺。後面拍地換速埋，但人馬太快，四隻腳極速跑走噶啦。上面 Taco 仔呢個埋伏定俾人伏啊？打咗个 Q 牌，一 check check 到噶啦，嗰、那个波睇到晒成个视野，就攞埋视野，但系吃添啊轻松，完全冇压力，再压走埋六六五中路，亦都同时推紧线，好多嘢同步做紧啦 ，J Team 优势太大啦，好多嘢都可以同时发动。J Team 好贪心啊，呢波打得即系又同时推中塔，然后中路同时想杀人，但系同时队友拎紧预示者，真系喺呢种队友优势咧系太大，特别喺球女啊。咁佢基本上一套啦，都唔使一套啊，淨係 Q 到一下，其實打落去呢，唔好話打脆皮啦，打人馬、打立地老師呢，直接係半行血扯走你啊，半行血掹走啊。而空月啊呢一個嘅預示者直接開啦，咁攞嚟撞一撞個上塔。咁以咁健康嘅預示者血量嚟講呢，呢、這個預示者咁似乎想放埋睇下冇機會呢，二塔都撞多少少啦。阿卡利啊，同時呢係弱勢邊回應啊，呢、這個做得幾好嘅，即係知道自己。叫做唔係好夠冚咧，唔同你正面硬搶啊，而喺邊線希望盡量做啲嘅交換。咁但係唔經唔覺啱個波就球裏變咗五零零啊，終極天會開局咁啊！因為 J Team 嘅主題從來都係就係話 Uniboy 同埋空月究竟肥唔肥得起，咁今場應該都冇得再好噶啦，即係中間就五零零啦。咁啊，李星亦都系零零三，咁啊意味住其实佢哋可以入对方嘅野区去做一啲事噶啦，即系本来幻想啦，我哋就话啊 MFT 可以蹲草单捉啦，咁但系而家佢俾人捉翻转头都成问题啊！呢度火龙亦都出咗噶啦，咁啊安安稳稳食个河蟹，咁啊见到就系慢慢做啊，将啲嘢即系球女向下推线啊，中路再将条线权攞翻嚟，然后摆只眼喺前面。集结咁啊，食呢个火龙咁啊，睇下 MFT 呢度愿唔愿意守啦。因为你话硬碰硬咧，我谂龙抢唔到不得止咧，应该连条命都要交埋出嚟。咁啊，直接决定放弃啊，都几明智嘅选择呢一个系。系啊，几清楚自己而家队伍嗰个状态吓，因为啱啱打落去 feel 到噶啦，球女嗰啲嘅伤害，而家300磅大肥仔啊，球女咁啊，见边个杀边个，鬼见兽 Uniboy。咁亦都系 MFT 啊，今场攞咗一个分推嘅阵容，但系边线有机会捉一捉空月啦，一踢仍然唔走啊，空月仲喺度同你前斗，甚至乎一埋去一个超你两个啊，因为知道咧自己啲队友啊，翻送自己后面等紧啦，等到兄弟埋嚟一踢配合上球女啦，将对面嘅人马融化，后边 Taco 亦都系埋嚟
想打波啦嚇，幫隊友報仇，但係對面嘅傷害太過誇張啦，人馬瞬間咧猛王嘅大技俾人逼咗出嚟，空穴半格嘅血量再拉走，最後咧俾亞卡利收個埋啦 ，Uniboy 戰神模式啦，一個打三個，對面喺個煙霧彈入邊。三四个全部夹住你，问你点走啊？呢一波剩翻阿小鲸鱼喺后面孤军作战。哇！呢度放埋仲有一个大援速，冇中到啊！咁啊，呢度小鲸鱼都睇住啦。呢、這个可怜嘅鲸鱼仔，咁应该都守唔到呢度塔噶啦，系咁剪，系咁剪，推埋再二塔。咁啊 ，J T 话唔紧要啊，冇开战。咁啊，呢个世界最好嘅开战就系肉身开战啊！咁直接系入去一挑二，用个吸血箭取，直接将个血量拉翻嚟。跟住队友一到就一个闪停，踢翻人马走，然后就成功开到箭啊二塔。呢度亦都系顺势推埋啦，因为阿文仲有两秒左右先复活。咁呢度就好简单啦，个时间其实都只不过系度过咗十九分钟嘅啫，巴龙都未出现，但系已经将啦对方嘅中下二塔系全数推到。经济嚟到十 K， 相当之清脆利落一场比赛 ，Uniboy 完全冇任何嘅压力。睇多次啲波 replay 啊，真系你见到噶，即系空月都知道队友未嚟。哎，咁唔紧要啊，反正我够硬啊，拖多阵，加上后面有 timing 期咧，其实大不了最多一含啊，冇事嘅啫。咁所以呢一度咧就慢慢拖。哎，咁啊见 Uniboy 一嚟，哎踢个杀俾你先，踢个人头俾你，一嘢收过咗之后，仲想去，你见到冇大，但系唔紧要，我再去后面有 timing 期。然后就你见到小 B 喺隔篱都系可以输出翻啦，咁但系当然个位置上唔系太靓啊，咁令到就系切割咗啦 ，Uniboy 啦，同埋呢个小 B 嘅位置啊，咁剩翻阿文都冇得走啊，咁长嗰个走向上面的确 driver 对线上面咧唔能够话疯狂单杀对方，咁但系你话顶佢条线绝对冇问题噶，亦都冇俾阿盲王系好好快又起嚟啦，咁啊捉到 Uniboy 配合上阿空月。黄金组合噶啦，避得交关啊两位，尤其系球队今场嘅发育咧系相当之惊人。咁 MFT 咧作为一队系叫做几打野系核心，控咗个大技，后面贪其一含，咁啊尽量拉走噶啦。但系四个咧企得比较近嘅，后面 driver 准备赶过嚟一问，中间切入非常之靓嘅切入啦，伤害打满晒咁滞，我亦都咧系转到入去，咁但系仲翻空住 Uniboy 仍然喺度，哇 ！driver 一个坦紧，三个对面完全系打唔入个关啊！小鲸鱼队友喺边啊？完全冇人去保住佢，最后俾空月轻轻松松系解决埋啦。侧翼嘅位置到六五，虽然系开咗个靓战啊，配合队友，咁但系无奈经济差距的确系差得太大。呢一波嘅会战算唔算成功呢？以呢个经济差距嚟讲咧，都算系咁噶啦。讲真，我觉得呢一波就操作都叫操作得好尽噶啦，即系尤其是阿文嗰个嘅入场咧，其实都的确系俾咗少惊吓我啊，就系、是、令到其实对方嘅后排突然承受咗相当大压力，拖咗好多时间嘅。其实啱啱嗰场入到去应该系拖咗三个人嘅，同 driver 个撞好似啊。咁就佢开始睇翻呢个六六五啦，即系 cam 咗好耐啦，亦都系用咗真眼 check 咗，就系、是、知道咧系冇人噶啦。咁啊点一推，咁但系推咗落去，他们叫口度，咁一含咧。就解決咗個問題之後，後續可以睇翻阿文啊，阿文喺上面何位切入過嚟咧，入到嚟同白王一齊配合，其實打咗好多傷害啦。咁但係個經濟真係唔夠啦，咁啊導致白王呢一度大技完咗之後咧，就直接陣亡咗，自己都拉走，咁啊得翻啦呢一個嘅小鯨魚，後面就俾關一路纏住，即係冇辦法啊，即係劣勢嘅 AD 啦，面對住關啊，其實真係冇乜話語權嘅，一定係俾人追住嚟剪嘅。當個聖母一路發動緊嘅時候，咁就呢一波其實打得唔錯啦。咁但係個經濟差距真係太大，你見到成波傷害灌落去，你連球隊都殺唔到，根本就冇辦法啦。即係作為一隊幾睇重打野啦，以打野作為核心嘅隊伍啦，但係 MFT 今場啊六六五嗰個開局可以話係噩夢開局啊！自己系连送两个头，所以喺咁嘅情况之下，亦都六六五对边线啊，对其他队友啊，对唔同线路冇任何支援嘅情况之下咧，咁啊中期亦都自然系打得比较辛苦。咁你话小鲸鱼，小鲸鱼稳健系可以嘅，叫佢即系对翻吓。今季其实佢嗰个长光 CS 系几高嘅，咁但系你话要佢企出嚟 carry 咧，佢亦都唔系话啲好敢打、打得好癫嘅射手型玩家，即系同为新人。水晶林呢方面咧就好正面咧，能够将佢比下去啦。呢度就 J Team 啊，继续系控制翻个节奏，咁啊攞到第三条龙咧，亦都系有啲唔好彩。MFT 呢度就因为今场系火龙啊嘅一个体系，咁所以就断肢嚟讲啦，即系 J Team 只会更加好打。
就巴隆嚟讲仲未拎嘅，咁但系呢一波回补其实可以考虑下咧，因为经济赢好多，亦都见到就系 J Team 其实的确有咁嘅意图嘅。下路先手带咗个兵线，咁然后咧见到眼位都系布得相当十足噶，咁啊嚟到之后可能 Ansel 帮手排一排呢只眼咧，就可以正式启动。咁啊呢个六六面都破紧局噶，睇下可唔可以就模仿翻上个团战，可能喺对方一啲嘅野区位置咧做一啲嘅埋伏。咁然后就撞一波比较靓嘅位啊，咁但系对方个路线上面其实都 block 咗几多呢啲选择嘅。咁场盲王啊，咁啊出咗狂风之力，咁啊埋嚟打团嘅，希望就切到入去啊 ，Uniboy 身边，咁啊配合上可能阿卡利啦，可以会唔会话一套将佢秒杀咧？但系阿卡利唔系 sorry 呢个嘅球女而家。金人都出埋啦、啊、你要斩死佢，佢又好啦，关又好啦。而家佢哋队伍嗰个容错率系相当之高嘅，咁、啊、所以对于 MFT 嚟讲，都几乎系冇乜解答啊。呢、這个巴龙可能系佢哋最后嘅答案啦，吓、啊，即系呢个时间点食巴龙都十五至二十秒嘅时间，哇！咁但系佢哋的确系好肥啊，食得比想象中更加之快。瞬间嘅巴龙已经得翻半血噶啦，后边阿德老师准许个大劫，真正亦都有阿卡利准备切入呢个巴龙，你先顺利食咗落嚟，敢唔敢去咧？六六五有啲嘅犹豫啦，唔系最后冲到入去，血量瞬间俾对面蒸发啦 ，Taco 入到去就系、是、一个金人啦，令到 Taco 完全瞬间冇晒目标，亦都系似乎大劫避开咧，系俾对方融化咗啊！阿文啊，亦都系向左路撤退，小鲸鱼又系得翻佢自己一个队友，冇任何人能够保护到佢噶，立帝老师咧。一格嘅血量咧，系向地图嘅另一边啊，系拉走咗，最后剩翻阿文一个。咁啊 ，J Team 有机会呢一波直接完场添啊。系啊，咁就呢一波就冇办法啦，真系好明显就系纯粹嘅经济指压啦。你见到六六五撞咗入去五个人身上，都未挨到半秒，咁然后就要跑翻出嚟。咁最后其实你会见到佢根本成个团佢系参与唔到啊，佢唔知点样再开进场，因为感觉上一进场就会死啦。咁然后就基本上成个团战一开始就已经系四打五噶啦。咁对方重咗巴龙啦，咁亦都身上有两条火龙嘅情况，咁呢度其实基本上就真系冇得打嘅个团。咁亦都系 J Team 个阵容好实正啦，即系冇话因为 head 住四 K 就话将个团战处理得好差。佢一路摆 Ansel 喺出面做一啲松勾嘅，呢边夹住夹到埋啦，亦都系收下咗 Apple 人头，再推埋中间再入去，单一下只超鲸鱼咁，但系好彩俾呢边准备开咗，就再打紧。哇！小 VK 最前啊！完全惊都未惊过，冇人敢埋身面对住隔篱阿卡利嘅话咧，都一样系无惧啊！继续系入场呢度踢啊踢中咗第一段噶啦，咁啊睇下会唔会踢埋过嚟嘅啫，因为空月身上有大技啊，绝对系有本钱有空间啦、啊，可以 show off 下自己嘅个脚法啊！六六五呢波系想做咩啊？系咪兜个圈储气加速啊？但系你兜过去队友呢边就俾对面正面开个团喎、啊。因为对于 J Team 嚟讲，而家都冇话开唔开团噶啦，我行埋去已经开咗一个嘅会战。咁啊，六六五上呢波啊，亦都系有少少迷啊，最后亦都系俾对面球女一转，就已经系解决埋一问。不过佢咧望住小 V， 希望最后收埋，但系冇啊。咁啊，队友都系对佢好嘅保护，俾个手指功向下，恭喜晒 J Team 赢得非常之轻松嘅一场啊！系啊，可以话系教科书式嘅一场比赛啦，即系由一开始啦，叫做即系意外地捕获咗一只小迷途小人马，因为根本嗰个位置就即系讲真有少少六六唔应该出现喺嗰个位嘅，咁但系之后啦，一两个人头救佢哋去滚雪球，你见到空月主动揾机会啦，咁亦都系主动好明显嘅，你见到将人头有让俾球女，球女当然今日 Uniboy 喺球女嘅选择或者使用上面其实做得相当之好，咁相反 MFT 就有啲失望啦，即系啱啱讲过，其实个 ban pack 咧，坦白讲问题就唔大嘅，即系有一个主题喺度，亦都知道呢个阵容系有办法可以赢到一场 game 嘅，但系似乎喺个角色嘅熟练度上面啊，六五喺人马嘅使用上面的确有待加强，即系有好多开战嘅理解，譬如中路突然会冲出去谂住撞球女嘅，即系人哋交闪现仲想死追撞出嚟嘅嗰波咧，系直接将个人头主动系献咗俾 Uniboy 之后咧。成场 game 就翻盘唔到，即系我觉得作为一个队嘅核心，佢需要表现得再稳定多少少。最后个波都我仲谂紧佢想做咩啊？因为见到佢其实一路系想兜后，
有少少疑似係想加速埋嚟開大啦，會唔會係拉遠少少？咁但係佢又其實有去中路有嘗試清下兵啦，即係佢又唔係好隱密嘅喎。其實全世界都知道佢兜咗去後邊噶啦。咁亦都中間咧唔小心喺個草度見到球女，結果咧就大家交換咗個大技，咁佢就殘血拉走。咁但係最後咧亦都喺側翼可能仲揾緊個好嘅機會係入場啦嚇，但係無奈你仲等嘅時候咧，對面就唔等你啦，冚冚聲衝曬上去，就咁望住嚇你其他嘅隊友咧。系撞埋去将佢哋一举歼灭。咁啊，今场细节上面啦吓，即系同埋对线上面咧，似乎都有一定嘅落差嘅，即系中路同埋上路，尤其系即使今场人马前面啊冇去送嗰两个嘅人头，系咪代表佢哋中期真系能够撑得住，或者佢嘅分推打得起咧？我即系觉得都唔一定啊，因为今场其实净系睇对线中上路前期嗰个嘅优势系有啲嘅大嘅，尤其系上路蛮王今场狂风之力上嚟打团，但系蛮王打团咧最惊就系一啲对面爆发力伤害太高吓，平时残血开大啊嘛，今场唔存在残血呢样嘢啊，你半行血三分二血对面扑一声你成只已经冇咗啦，咁所以今场蛮王亦都系喺个会战入边咧，实际上做到嘅嘢并唔系太多啊。我覺得都係嘅，或者呢一個其實算係 PCS 下段班啦，即係 MFT 都算係中下段班嘅隊伍啦。佢哋需要解決嘅問題就係佢哋本身的確大部分嘅隊伍，無論你話 HG、IMP 都好啦，單單講個對線本身可能已經甩緊十幾廿隻兵，或者有一段大嘅差距，即係同一啲頂級嘅戰隊，可能 CFO、J Team 呢一啲對壘嘅情況，好多時條線先天就會輸嘅，所以點解我哋成日都話後段班需要依賴啲 jungle 啦？咁你會見到好多隊都係靠 jungle 去打開佢局面啦，甚至 FAK 呢一啲都係啦。正正就係因為佢哋嗰個對線實力本身有落差，咁所以呢一度就真係要盡快諗辦法去加強。咁但係當然我知其實好難好難去做。咁但係當你今日本身對線先天有差距嘅話，其實就真係長 game 好難對落去，因為其實我哋以往見好多猛王對上關嘅對局，理論上唔會喺個兵數上面落差咁多，因為今場其實你見到就係、是。MFT 打得好穩嘅，即係你見到佢換血上面咧冇話好主動去同對方去做一啲對抗，咁但係你會見到其他嘅隊伍啦，當佢攞住一個劣勢線咧，反而佢會願意同對方去做一啲嘅換血，因為今日如果你做好多換血，即使可能你有少少劣勢換血，或者你後續食唔到兵，但係起碼你會俾個機會。Jungle 可以嚟幫手，咁但係今日你 Jungle 又冇控制，即係你 Jungle 冇控制，你個路線上冇控制，然後你又唔換血咧，咁 Jungle 又真係頭痕啦，即係我完全根本冇機會可以幫到手啊，結果就令到六五想強行揾機會，咁就揾到一個好差中路嘅球隊嘅機會，結果亦都係失敗告終，咁所以可能喺呢一啲換血上面點樣配合 Jungle， 令到佢可以容易啲做事啦，呢啲係所有下段班嘅隊伍唔單止 MFT 嘅，佢需要努力嘅地方嚟。MVP 空月啊，击杀参与率八成啊，有成吓，咁的确系打得好好啊，喺个前期嗰度啦，对于对面人马嘅啲动向啦，咁特别系第一个嘅击杀系捉得几准啊，咁亦都系前期一啲目标物啦，系攞到落嚟，咁中期啦，啲会战嘅参与啦，尤其系下路嗰一波啦，主动用肉身去引战，咁结果咧又系换嚟一波嘅大获全胜。咁啊，今场咧就对于成队嗰个节奏啊，佢都系叫做带得几好，好多嘅位置咧都的确咧系真系起到老大哥带队嗰一个嘅作用啊。系，因为今场都仲担心咁，就系话佢嗰个阵容上冇开战啦。咁啊，结果佢真系用咗好多方法去主动创造机会啦。佢啲踢亦都好靓嘅，你见到佢好准嘅，即系佢唔单止系踢嗰个引埋嚟，而系佢会踢到一个佢基本上系必死嘅地方，即系可能直接会踢到 Uniboy 手上啊，令到佢好轻松可以攞到呢个头。即系有好多呢啲方法，亦都好即系喺操作嘅同时，佢好清楚队友喺边，佢已经队友尾嚟，咁我就扣住个大唔用住。当你真系嚟到啦，一步到位，我一脚踢你就一定可以接得住，然后将个人头收到。咁所以佢，我觉得佢做咗一个好嘅示范俾六六五啦，即系点样用一个前期嘅 jungle 去带动佢整体个队伍嘅节奏。咁但系当然都好归功于就系话，早期三线都赢，咁其实自然啦 ，jungle 就容易做事。咁啊，后续咁啊 ，MFT 咧，相信完咗呢个礼拜之后咧，佢需要检讨更加多。咁但系咧，呢场比赛完咗，我哋后续仲有三场赛事，转头翻嚟将会系 BYG 对上 CFO 啦，算系一个高端班嘅一个对决啦。我哋转头再翻嚟啦。